今天呢用果蔬雕刻搭配出一个主题，这个金凤迎玉兔。这边呢用南瓜雕刻了凤髻牡丹，寓意呢富贵吉祥。用白萝卜呢雕刻玉兔，玉兔逞强。然后这个西瓜雕刻果蔬雕刻，这样子整个搭配在一起的话，大丰收的寓意。然后呢祝大家兔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